是左边的鼻腔还是右边的鼻腔？右边是，右边 OK。两边它都有，两边都有。一下它怎么说？避免分析的话，过敏。是因为插管的插那个管子的因素，所以他就说有一些高压性病变，是跟那个管子有关系。在这个腰椎这里有一些问题。这是什么？那一个位置是在第一腰椎，是那个尿道有结石啊。肾跟尿有一点就是有可能，但它比较偏向于，它目前解释比较偏向于，所以退行性血管高压性病变这种东西，因为它根据这些数据来看里面的这些化学元素来看，目前它的化学里面的化学元素有一些蛋白啊，白血球这些东西啊，尿液白血球这些东西。太正常了。这个地方，这个直肠的位置，直肠那里有一些红血红蛋白。你回前面那张图看一下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病理分析。哦。病是那里循环不好，但病理它并没有显现出特殊的东西。嗯。那这张让我讲一下。对，它这边整个系统都有点故障，但是并不是很严重的病。嗯。是病的话，目前是没有看到什么病，只是一些血糖这些血糖的异常。有点点结肠炎。看一下，这个结肠炎的现象。有一些菌在肠道里面，结肠在这个位置。嗯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是在肝脏的，在后面。这是肝脏。然后一个心脏的。它那个曲线是代表什么？旁边那个曲线好几条在那跑。这个它是检查那里的那个组织系统，就是软组织跟硬组织。软组织它先检查里面的血液流量啊，里面的这边有没有什么血清钙啊这些东西，那它就检查出来说。那这整片是不是表示有问题？对，这些整片就是那里的元素有一些障碍。这是指什么？哪一个？现在在脊髓方面。哦，脊椎。但是它包括里面的甲状腺素啊，有些在流到那里的甲状腺素有些障碍啊。是。然后它最后它分析的结果，这个结果又也没有达到什么要被癌突出的现象，没有达到这样的问题，是还 OK 的，只是这里。血液循环有一些障碍，那这里有一个是关节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有，这里有腰椎盘突出的现象，不严重，但是这里也是有腰椎盘突出，里面就形成了这些东西异常，血浆胆固醇啊这些东西在那个地方只是异常。他还不错哎，那个除了刚刚说的什么退役性什么血管那个问题之外，其他都还 OK。好，谢谢。